艾莎音乐闹钟，它有两种闹铃，贪睡按键，闹铃的时候按钮按一下可以暂停闹铃4到5分钟，同时也是夜灯按钮，晚上看时间夜灯按钮按一下可以亮灯4到5秒。机芯采用优质静音扫描机芯，走时精准，而且是静音的，没有滴答滴答吵人的声音，不影响晚上睡觉和休息。材质安全环保，做工非常精细，各种标识非常清楚。这个是调节闹铃的，这个是调节时间，夜灯和贪睡按键，这个是闹铃切换钮，电池仓，操作非常简单，